你说我怎么办呀？快刀斩乱麻，赶紧安离了，远走高飞，什么都不管了，做得到吗？ 哎，去买卖！我大姨，
上了。什么呢？开心果，小丑。可我是你的男人，你撞过来问你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你爱我吗？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告诉你，江，咱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是，从前咱俩是开心，是快乐，你可以玩世不恭。可咱俩现在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我以为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肩负起家庭的重任。你刚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像个父亲吗？啊？你有做一个丈夫的责任吗？我告诉你，将来我跟你在一起就没有一点安全感。安全感？我跟你在一起有安全感吗？我无论从生理到心理，我一点都没有。我告诉你。你还是觉得这就是钱？
真没意思。为什么非得这样相互折磨？可可，我就在你身边，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，啊？别哭啊！你说到现在，我还为他难受，为他伤心，他凭什么呀？就凭你傻呗。别哭啊。对，我是傻。都那么对我，到现在还说我爱钱，不爱他，他凭什么这么说？可可，你要是到现在你还说爱不爱他，才真的没意思。离，咱跟他离，行吗？咱现在就跟他离，行吗？你不会是不想跟他离吧？都想好，我要为我孩子将来打算，结婚我必须离。我要把我欠他的都还他，他不就想要这个？行，跟他离，你放心，就跟他离，再敢纠缠你，我就跟他理论。别怪我，我太虚荣了，我活该。就想找一个富二代。就是想找个富二代过好日子，我怎么了？我又不是说不付出我的真感情。可可，你没有错，都是那玩意儿的错，你别难过了，行吗？路是我自己走，婚是我自己结的。我谁也怪不着，那怪只能怪我自己，是我怎么这么傻，怎么这么虚荣？不，你一点都不虚荣，至少我觉得你挺真实的，挺好的。可是我忘不了他呀。我怎么办呢？我们的现金很紧张吗？是啊，你看，这是财务部的报表，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。不用了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公司大部分的现金都已经投到项目里了，我现在头疼的是怎么解决问题。公司需要钱，我爸那边也需要钱。现在只能看近期这几个项目定金能不能到位，包括金总理这边。任何一个项目都不能出事儿。我已经联系了银行，回头我去银行看看能有什么办法。好，我再核对一下。哎，嗯嗯，
天去哪儿了啊？你这刚升职就翘班，不怕我给你炒鱿鱼了？什么？听不见了？被双方灌耳了？失聪？被我贱内啪双方灌耳了？打我不是目的，打聋我是事业呀！啪！难道太刺激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先走了。行，先去吧。你要给我买饭呢？怎么了？啊、哦，回见！啪啪的。说说吧，又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这又怎么了？哦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让我哄他，我凭什么哄他呀？他总说看不见我对他的好，可是我对他确实很好了，为什么就不理解我呢？他这叫自私，你懂吗？而且跟你讲，他说出来离婚这两个字儿，离婚是轻易说出口的吗？要跟我离婚。你俩不天天把离婚这俩字挂嘴边吗？这不都没离吗？过两天就没事了。行了，别闹了。哟，这回是真的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闹呢？去哄哄啊！闹什么呢？我不这么苦中作乐的，我烦死了都要，啊！天天跟我要闹离婚，我真的不想离婚。我们有孩子，我们有个小孩啊，他跟我离婚，孩子就没有妈妈了。他把孩子交给我，孩子找妈妈怎么办？他不想那一点吗？他太自私了。反正我不离。我铁定不离。什么？啊！别哭了。干嘛呀？不离就不离，咱坚持住了，打死都不离，行吗？哥们支持你，坚持啊！行了，我先去趟银行，把东西收拾去。可可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不在办公室跟我说，就来这儿呢？办公室人太多了，山崎，我现在也找不着什么人了，我也只有找你了。你又出什么事了？我想离婚。离婚？你跟将来你们俩行不行啊？这不都是开玩笑闹着玩的吗？怎么，这还当真了？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，山姐。我只能这么做了。你说将来天天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，根本就不管家里。他之前还说什么，他会像爱生命一样爱我。这不扯呢吗？他现在自己都顾不上了，他哪有心情顾我跟孩子呀？你都想好了？可是现在将来死活就是不肯离。申姐，如果我要是离的话，我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净身出户。可是申姐，如果我要是净身出户，我就一分钱都没有了。钱钱钱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要钱呢？可可，这感情的事情不是拿金钱能买到的，你知道吗？珊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你误会我了。我爱可可在以前，我不会在这个时候我想要钱的。
你说我爱可可，多一口少一口，我怎么都能活，真的。我就是不想让我孩子跟我一起遭罪嘛。在一起幸福吗？天天这么吵这么闹有意思吗？将来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我？为什么就不能让我过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？放过你？我把你怎么了？我啊，你还用放过你？我们俩生活不是挺好的吗？什么挺好的挺好的？将来你要是个男人，我们家可可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让你折磨成这样，你还恬不知耻，有脸说挺好的，还挺好的。你就是一孙子，像这种男人就该装在垃圾袋里扔了，知道吗？那得浪费多少个垃圾袋？就是。哎呦，将来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说你们俩都琴瑟相合了，我还跟这说什么呢？啊，艾哥哥，我真鄙视你的口味。告诉你，将来我最恶心你的就是这一点，永远把屎盆子往别人脑袋上扣。我们俩好，行，我们俩好了，怎么了？不怎么，能怎么？你俩很登对。就你这脑袋，你这辈子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跟你离婚。准备离婚手续呗。哎，可可，你干嘛？可可，你先走。我断后。薇薇，我告诉你，我和 Coco 是不可能离婚，永远不可能离婚。我也告诉你，将来你们俩这婚呢是离定了，啊，你就赶紧回家准备离婚手续吧。拜拜。哎，可可，等等我啊。小妈，夏楠，谢谢你接我电话，谢谢你能来见我。
怎么不去家里啊？你可以到家里等我。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下班啊，我怕打扰到你们。啊，对，我今天叫你来，我是想把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你们之前误会我，也确实是我不好。老袁一出事，我马上就跑掉了。我听说老袁现在急需用钱，所以我想办法筹到一些钱，也是我所有的积蓄都在这里边。你拿去交给袁野，去救老袁。小曼，你把你的积蓄都拿出来了，那你怎么办啊？不行，这钱不能拿。夏楠，拿着救老袁啊。小曼，你现在住哪儿？我有地儿住的，我在外面住都挺好的，不用担心我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把别墅的钥匙给你，你回别墅住，别住外面了。不用了。你们要是不回去住，我自己一个人那房子也怪大，挺吓人的。我来回出行也不方便呀，是吧？那就住我爸妈那儿吧，我爸妈每天都在家里面，这样照顾你也挺方便的。哎，我待会儿就把地址发你手机上。谢谢你啊，夏楠。谢谢你，我。有空再说吧，我就先不去打扰他们了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卡你记得交给袁野，你们要救老袁，一定要救老袁。辛苦了。我送送你吧。不用，保重身体啊。小曼。卷东西跑了吗？没跑，一直在公司等我，就是为了把这张卡给我。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他要干嘛？他说他就这么点积蓄了，全拿出来了，让我转交给你，看看能不能帮上爸什么忙。啊？开始我也不信，但我看他急得都快哭了。他说一知道爸的消息，都快吓死了，打电话找所有人，所有人都不理他，都不接电话。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？你不是把别墅的门给锁了吗？他没有钱，没有钥匙，哪儿都去不了。那这卡怎么办？
100块钱，我告诉你，我这100多万呢啊，我比不过他，我这开玩笑。哎，妈，我今天觉得你啊，特漂亮，跟往常都不一样，我替爸谢你了。妈，您的觉悟太高了，实在是高。太高不一定，比他高。我跟你说，我还债，我也不是说替他还，我是替我儿子还，是不是？他爸爸这要是不痛快，原也能痛快吗？对吧？原也不好，我能好吗？万一我儿子这门欠一屁股债，我后半辈子能有好日子过吗？太傅英明。哎，大姨，表哥，嫂子，那个，我感觉吧，打架好才是真的好。刚刚咱说这话吧，我也多少听了一点。我呢，这段时间在家里边住了，也麻烦咱了，给咱添了不少麻烦。你还委屈咱天天用不锈钢盘了。现在家里边有困难，我觉得我是一份子，我也得出一份力。我能力有限。这是我这段时间我攒的钱，虽然钱不多，但是我的一片心意。表哥，你收下吧。我干活去了。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家人。可不。涛涛，涛哥，怎么了？不至于吧？楼都不上了，干嘛呀？对不对？哎，那个歪歪呢？不是那个七七，不是那个微微吧？怎么没来啊？啊，放哪儿去了？那拿着吧，拿着。什么东西啊？干嘛呀？给我卡干嘛呀？我不想欠你的。我算了一下，从咱俩开始到现在，你请的客啊，给我花的钱买的东西，我都算成了钱，给你放在这卡里了，两清了。多了少了你也别介意啊。两清了是吧？嗯。哎呀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把东西拿走了，把钱还给我，啊？对吧？你出来幺蛾子干嘛呀？不就是想达到你的目的，跟我离婚吗？我告诉你，艾可可，我不可能跟你离婚，绝不可能。哎，我将来是什么呢？我是钢铁，钢铁就是这么炼成的。来吧，来呀，艾可可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起着乌云，在乌云与大海之间，我像一个将来。你说我是真爱你，我以前就跟你说过，我说我爱可可，一旦真的爱上了什么人，我会像爱钱一样爱他。你也跟我说过，你说你愿意做我的人民币，可是我以为啊，我以前以为，就算你吊儿郎当、不务正业、
玩世不恭。咱俩结婚了之后，等孩子生出来之后，你会像一个男人一样，承担起你应该负的责任，照顾我们母子。我以为你会承诺，能做到像你当初承诺的那样，但我不是说钱啊，哪怕就是那种安安稳稳的、平平淡淡的，两人在一起幸幸福福的日子。但我发现错了，你不是那样的人。也许我就不是你一直找的那个吧。可可，我也跟你说说我不跟你离婚的原因吧。你应该比较了解我。我将来不是死缠烂打的人，对吧？我以前我也可以说是阅女无数了，但我为什么对你这样？因为我真的太爱你了。我记得我跟你在一起，我记得生活特别多姿多彩。这两天你不在家，我自己躺着我特别难受。我没有报的，你知道吗？以前都是你说老公抱抱，我现在感觉很空。我又像回到了我爸妈没有的时候，我特别的害怕。你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给你画了个房子吗？我还蹦过去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送给你的房子，这房子里面只有你一个人，我不允许你出去。现在我给你房子了，是你现在不想在这房子里待了。我靠，你别离开我行吗？江兰，其实你说的我都明白。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反思，我想了很多，我觉着咱们俩真的就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不合适在一起，民政局见吧。